好的，做完黄金梦乡那个任务之后，我们可以在背包里打开这个刺杀石板。啊，刺杀石板这个全能现在是两级的，在大世界里面有很多地方需要解谜的，需要有一些任务需要这个全能等级高的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带大家来升一下这个全能等级啊。好，先来到这个硕石之丘这个传送锚点。我们现在是先去开如图所示两个隐藏锚点的。如果你这个隐藏锚点已经开了，就可以看视频下方进度条那个传送锚的第一个节点，跳转到那里就可以了。好，落地呢，往小地图西方向一看，这里有个大门，从大门进去啊，从大门进去。啊，进去之后就直接左转，左转小地图南方向，左转这里有个门，点一下这门前这本书。好，门开了之后就往门里面走，西方向啊，一直走，走到底，走到底之后右转啊，到一个休息台，这里右转啊，篮球休息台，这里有个风扇，风扇我们直接乘着风扇向上去。好，上来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往东方向看，小地图右方有个篮球，这个篮球呢先不要着急过去点，因为下面有个风扇，因为它要从我们来的地方回去啊，从来的地方回去，等这个风扇停了之后我们再去点这个篮球啊。等风扇一停我们就去点看一眼啊，停了啊，点一下这个篮球啊，让它快一点。好，它就过去了，这里就过去了。如果你它没停你就去点的话，它容易被吹散啊，吹散了就在原地等它复活，然后再试一次就好了。然后它在这个休息台里休息了一下，哎，再点击吹一下它，让它接着跑啊，我们接着跟它跑。好，他跑到这个火把旁边就点亮火把就可以了啊，把他送到火把这里，火炬这里。OK， 点亮火炬。好，点亮火炬之后呢，这个门中间的大门就打开了，我们先顺着这个门直接进去，顺便捡一下这个蓝色的晶体啊，直接跳出来下落攻击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往小地图北方向，这边有个大洞，我们直接再次下落攻击跳到最底下啊。好，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视角可以转南方向，这边有个宝箱，把小怪清了呢就可以把这个宝箱解锁，然后往这个东南方向看，东南方向这里有个石板，看到没有，在这个宝箱的左边啊，在宝箱的左边把这个石板捡一下啊，这边捡一下这个宝箱。好，捡一下宝箱之后，我们往这个小地图的西北方向看，这边是洞的出口。好，我们顺便赶一下这个仙灵啊，这仙灵会带我们顺路的啊，顺路赶一下这个仙灵。好，这边还有个宝箱。好，可以顺路打一下这个宝箱啊。OK， 切换小怪直接捡。好，跟着仙灵往前走啊。竟藏有这等瑰宝。这个小怪就不用管了。接着往前走。好，宝箱捡起来。好，接着往前走啊，走到一个很开阔的地方啊，可以看到前面啊，前面有一个平台，上面大石平台上面有我们这个洞下面的隐藏的这个传送锚点，我们过去把传送锚点给点了啊。好，事业印勾过去。好，点完传送锚点之后，视角往南方向看啊，往南方向看，这边沙漏啊，旁边有个石板，可以过去先把石板捡一下。然后我们接着去找第二个篮球。好，视角转北方向，转北方向啊，从这个坡里坡上上去，前面有个东北方向有一个那个。哎，事业印那边有个神童，咚的一声啊，我们从神童那里有个洞口可以飞进去。好，看到事业印直接勾过去啊，这里有个洞口，我们直接飞进去，然后直接往里面走，一直往里面走啊，不要管小怪，往里面冲就对了。好，冲到底啊，直接一个下落攻击下到底啊，这边有个篮球，我们点击释放篮球，一直跟着他走就可以了啊。这是我们这里的第二个篮球。好，点亮火炬啊，这个水就下去了。
好，点完这个火炬之后呢，我们走到这个正中央台上，往小地图西方向看，那边有个门啊，这边有个门，我们从这个门里进去啊。好，进去一直走，走到里，走到尽头，左转，尽头左转就是南方向啊，南方向。哎，好，这边有个被锁住的这个篮球的平台，我们这里，然后走到这个篮球平台这里，往小地图东南方向啊，正东南方向这个方向啊。这方向好，这边有个蓝色的晶片，把晶片捡起来。好，转头往小地图西方向，这里有个平台，把晶片放进去。好，打开这个机关，我们需要切出一个火属性角色，然后再点它啊，点这个触碰元件啊，点触碰元件开启之后爬上来，把这个台子周围的火炬全部点亮啊，火炬全部点亮，点一圈啊。如果你速度太慢的话，可以下去再触碰一下那个元件啊，它这个就会显形。你点的速度太慢了，它这个火炬显形不出来，那你就再去跑到下面去触碰一下元件。好，点完火把之后呢，清一下小怪。好，清完小怪之后，这个篮球就出现了，我们直接点击释放篮球，跟着它走就行了。好，到这里休息一下。哎，他要休息的啊，但走着走着一直走他会累，我们只好再催他一下。好，这边点亮最后一个火炬，是不是最后一个？OK， 还有一个火炬啊，这边火炬点亮之后，我们朝东北方向，小地图的右上角，上来，这边北方向有个大门啊，从这个大门进去啊，进到底，然后右转东方向啊，往里面走。走到底右转南方向。啊，这边又是一个被封起来的篮球平台。好，站在这个被封印的平台上面，我们往小地图东北方向看啊，东北方向这边有个机关啊，这边有个机关，再往我们西南方向看，这边也有个机关啊，机关上面有个事业印，我们先去没有机关的这个啊，东北方向这个走过去啊，走去把它摸一下，我们需要一个，就是每一个都摸一次啊，先摸这个，然后再去对面那个。再摸一下这个啊，然后又去对面那个，再摸一下这个，每个来一下啊，每个来一下。好，交替摸完，摸到它这个两边的线都连起来，被这个蓝色的激光线都连起来之后，中间的这个球的平台就解锁了啊，我们直接点击释放就可以了。好，跟着这个篮球走。这个小怪不用管，跟着篮球走就行了，赶一下他。前面是个平台，好，要点击一下释放。好，这边要点一下这个左边的书，开启一下门，好，把它赶到火炬这里。OK， 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这个全能就被这个坛子给激活了第三级啊，这里亮起来了。好，这是三级全能。好，我们下一分批就去做四级全能啊。